近日一女子因油价上涨不舍得在车内开空调，满头大汗的她就去买了个这个车载双头风扇。震惊的一幕发生了，车内急速降温，冰冰凉凉的很舒服，整个车内比开空调还凉快。女子高兴的手舞足蹈，嘴里喊着好用，于是连着在网上又买了好几个。该女子整个夏天开车都没有再流过汗了。夏天开车别再开费油的空调了，现在有品位的人都用上了这款迷你车载双头小风扇，插在 USB 口上就能出风。双控涡轮扇的配置，强劲双电机双头风扇，一打开急速降温，整个车内三秒都凉快，超强大风力比空调还凉快。关键是超级省电不费油，风力强劲360度旋转，多档位调节，开车再也不怕热了。夏天有了它，凉快又省钱。我老婆开货车总舍不得开空调，说油价现在这么高，我就给她买这个车载双头风扇，整个夏天开车都没流过汗了，和老婆的夫妻感情都变好了。我们厂家直销今日下单，急速发货，还在等什么呢？赶紧下单抢购吧。